程度也不一样。那我最开始那你现在我们留多少收治的病床？我们全部开起来也快600专诊症的病房。严谨一点的，严谨一点的，今天80+41，41+42，多少？584专诊病房加起来，再加上现在算多少？现在占不到10%。那将来将当时有给病难受？现在没有啊，现在没有。对，现在没有。那要是感染我们爆发的时候，你准备往哪里送？跟医院报告中重症的预估是1200人，1200人是同一针全部一起发生是一个时期。那目前的600床是足够，那如果不足够，但是在重症里面，如果有一些人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一般疾病啊，也一点也像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所有我们有一般疾病的都不能用到这些？这是专责病房，不是指的是一般疾病的病房还是存在的。那专责病房只能给 COVID-19 用吗？如果有需要，这些是要征召来使用，没错。所以你还没有征召了哈？有一些征召好像是一直在开，然后如果是量比较少的，他们也可以弹性去收一般病人。我们上个礼拜就有人跟我们反映说预约不到疫苗，那我们的平台确实这样。早上，我今天早上就我们的服务处人又预约了，是。预约好像是只有到几个卫生所，还有17剂，我们台南市现在只剩下17剂。因为这2周疫苗是自己下来的。那指挥中心，因为他每天大概我们打了7万剂，全台湾指挥中心手上有40万，那这40万到底是战备要用的，他为什么不拨下来？因为23号另外有到货20万剂，他要封签7天嘛，是，所以那个还没有定入。那他秋天你洗澡吧，太多的挂完了。这我不太同意，那天挂疫苗一点没洗干净。他手上就是有这40，他是要战备所用，所以台南市你现在没有疫苗，我也不给你。因为你现在没疫苗，那补了先借了，那我还借了。我给你的就剩下17剂嘛，除非你的讯息都是假的嘛。就是说，如果是这种状态，那百姓他现在不管你都要应急顾问翁，一个个被指挥组，不管你还在被组，起码未来主动性何在？这是对我们防疫来讲，这东西进而比美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要普及，提升它的覆盖率啊。因为他听的工，好，台北市现在愈演停课啊，你想看我来？这个课题很严肃。行，严格讲囡仔你来停课，要在囡仔要倒去厝啊，是各种安心班，安心班也是一个学校。他是小学没有嘛，因为12岁以下就不能单独在家嘛。对，所以会家长要上班嘛。尤其是北部工商社会更严重，因家还有国中，国中的提在囡仔是有注意的嘛吼。我注意你啊，这块是。你的意思是别发生代志，是别发生代志，跟咱大伙注意了，那些人抵抗力是不高的，你现在就我跟你讲，那表示黄市长没有跟你们谈到这个，没有开会到这个，很多事情确实，尤其防疫也是要超前部署的。那超前部署就包括台南市爆发的时候怎么办？马晓光在东北，这种趋势是避免不了的。你看我们台南市的病例跟外县市，你把它整个从等差级数到这个等倍计时，就是不断的在扩增呢，咱两年定住你了，我在，所以我们很多党团，我们的议员的活动都暂停。刚刚徐议员在讲，其实我们议员都很自律的，就嘛从毛会这里招官员，我特别来跟我们讲呢，你也把我们团结，忙他妈无意义啊！那线上包括宣导，你也来招官员噻，就是全部以防疫为重。重点，他们写嘞，就写个这个新闻是公开的。其实，刚刚这个市调记者会之前嘛，开这个防疫会议吼，其实有针对咱咱些疫情，那么关活动是检讨的啊。请在这儿。